这次的一个长传球，第一拍的一个时间其实传得并不好，后面的跟进的余焕雅呢，反而是来得非常的精彩，这样的侵略性的防守真的比例非常的多。抄到球之后，南里下又是余焕雅得分，余焕雅。哇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压迫，又造成到辅仁大学没有办法去推进到前场，这样的一个防守，这的确是非常的成功。毕竟这样的高，外线出手有了，这是大家在所投进的第一个磨练。所谓位置上的改变是，对，当然他在台上，要不然也可以有机会变得 Michael Beasley。就是你这个举例有差太多了，差太。外线洪康桥出手得分，球进算，还造成了犯规，或者是多打扫三行转换，那这个当然是最好的结果，这个会让这个台师大可能守了一次，这样做的还蛮确实的，前面发动快攻机会，直接上了，放进两分，王太杰。哇，这一次的又是多打，跑得很快。前面拿到大跨步进来，这是他的优势。王太杰一个漂亮的一个背后给球 ，No looking pass。这一场比赛呈现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比。哇，这个球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传球啊，找到洪康桥飞子。前面发到快攻，地板能再拿到哪里下？黄文钜放进。回防的速度太慢，辅仁大学必须。拿底下得分，这个突破得分，没有当中，并没有去做到很细心的打法。哇！节目前所攻下的分数已经超越他前两战的平均得分了。哇，这个失分太多了。这辅仁大学如果进入到，其实陈子威教练呢，不断提醒球员说要出手，要赶快出手。他一直在外面的导传，只能去投外线得分，内线的高度反而不能充分的去发挥。哇，这个应该是隔了好多分钟啊。要去守到李佳欣不容易，看不断的拉这个火力呢，应该也要去支援到。那余焕雅的外线的准头很好，哎，进攻篮板再捡到，十五号的邱瑞吉，哇，哎呀，这个篮板球在台湾师大手上放进，接两，外线出手距。如中遇到这时候切入到篮底下，哦，非常的果决啊，出手得分的改变呢，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一个学弟可以去控到这种一号的控球后卫的位置，自己也抢在一块，哦，还好。再进去准备要单打，裁判吹进步战。哇，这个球可以看到，其实他可以寻求到插板，把这个命中率去提高。其实上在一个正。交叉。王太杰，这把场上发挥的真的非常好。哪里下？有了。机会啊，等命队来的投篮。哇，这个公园阿北的打法，这个球风已经是好多年了。之前在泰山的时候就是。那你想要一击挤进两分？哎呀！哎呀，又是很正很正。这快攻放进去，哇！王太杰对着在给他底线，这边出现完全的空档，林振宏进。球进算，连完，打得非常的成功，对的，自己的中锋杨宏玉，而且对于福大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。哇！袁伟如从第一节后插破，洪康桥是超到，但是这个球给的并不好。进，齐明星把他单打，
再会出来给洪康桥，洪康桥在齐明星打五号的情况，选择在学校继续念书，而且在念到研究所，这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以他目前的整体状况，进入这边出手没进，哦，这个球跳得高，抓到进攻篮板，哇，刘金。刘进呢，就是混大高尔夫嘛，然后打篮，刘进打篮球，然后另外打网球，打网球，这是你帮他讲的，对，野心很大的，你想的很多，可以看到，其实他观察之后呢，哇，你看第二排一顶，反而是没顶，这个球最后拨出来之后被混大拿到，但传球又不理想，再被抄走，三打一，已经骗起了刘元凯，转换的非常的棒。整个节奏都被打乱，对，整个节奏都被打乱。当你在很瞬间很快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，要硬要挑战到这个刘元凯的话，这个难度太高了。章法在打球，都是靠着个人的篮底下的身高跟条件在硬吃到对手。三分外线这边出现空档区，哇，你看，方桥这边等很久了。什么招都来了，余焕阳中锋带球过前场哦，当然这就容易发生失误，这个失误呢又让台湾四大再来，又抄到一个背后给球 nice pass， 他立下再起，哇哦，王太杰好腰力啊，真的。网络的直播呢，来欣赏 UBA 大专篮球联赛，那明天开始将到喜福这个台湾对文大学来讲，一直碰到就是哇，打板的三分球，哇，何玉轩包夹的时候，他走整个的路线跟这个对球的一个进攻嘛，他应该是教练团。这球传得太低了，传给高个子的球员。外线出手进，我们可以看这个面对到李佳庆，我完全没有，哎呦，这一下真的。会流眼泪。篮下又空了，啊，打得非常的轻松。这球又抄走，哇！比赛其实已经是篮底下，李安生非常漂亮的，哦。高难度的出手，哇，看到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，维持在一起的话，你的一个招生甚至在你的训练的状况都是要来得非常稳定，撸的这个气焰瞬间的一个交集，再来一个整场的节奏，我觉得他算是控制的算是非常的棒，这边快攻机会，李安生持球再给他底线，陈俊轩再叫篮底下，哦，跟进抓篮板，前面去，对不起，跟东把时间再拖一拖，吴冠轩再把球回出去，再交给李安生，吴冠轩稍微古文杰巴做个掩护，哦，又是轻功篮板，再拖一下时间，今天这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呢，在这一组目前的概况就变成了
高师大以及台科大两对三的全胜，然后台师大以及辅大呢都同为两胜一败。哎呦，有进攻篮板！哎呀，我们大学，你看最后的一分钟，完全是看对方在表演，真的心不在焉。好了，比赛结束，最后台湾师大赢。